这个爸爸好厉害啊，感觉我爸爸们好高哦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孟爷爷好，我叫孙文杰，今年25岁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，是一名来自北方的南方女孩。我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，由于我走南闯北的原因呢，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多变的女孩，在长辈面前呢我会显得乖巧内敛，但是如果在我的男朋友面前呢，我就会充满活力，元气满满，做属于你的小甜豆。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啊？我喜欢那种公主型的。那女孩看上去特别有活力的那种，所以给你推荐一款乳酸菌饮品，益生元和乳酸菌双活力，零添加色素，零添加防腐剂，零脂肪，菌瑶胃动力，给你的肠胃做做操。这是爸爸妈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文杰的爸爸。啊，他爸爸好活泼啊。我今天我女儿带我们来相亲了，找一个呢，这个事业上面有拼搏创造的精神，在生活上面呢，懂生活，热爱生活。找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讲找了一个男嘉宾，男嘉宾们，我家女儿在这里等着你的牵手。叔叔主要靠手。这个南京话是控制不住的，很亲切，很亲切。来，妈妈。大家好，孟非老师好，陈烨老师好，我是小杰的妈妈。这次我希望能有一位男嘉宾，沉稳有耐心，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谢谢。这一点我们家泽林同学完全符合。那看来我们有竞争了啊、哦。好的，欢迎你们。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，所有家庭请就位。